这么多好吃的，都睡着了，没人知道。哦，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。居然还有珍珠奶茶口味的捞面，这些东西不仅能吃，还能拆出钻石戒指。我不是在做白日梦吧？痛痛痛痛痛！招财猫的糖，听说吃了会发财呢。赶紧点个赞，说不定你明天就捡到钱了呢。两个口味看着就是金钱的味道。还挺好吃的，甜甜的。话说我这深夜吃糖，不会蛀牙吧？这看起来就有点恐怖呢，感觉有点凉，凉风吹过。不管了，有你们陪着我。拆开来就这样，这能吃吗？我试一下。咬不动，这不是纸吗？怎么吃啊？做的好逼真啊，跟煎蛋一模一样。跳跳糖，接着把蛋倒下去，就会噗滋噗滋。哇，这声音好解压！再撒点灵魂酱料，好吃，入口即化 ，QQ 糖糖跟布丁一样。这半夜吃这个行吗？重辣口味的薯片，一个不会吃辣的我，等下上钩了怎么办？不过说不定这个里面就会有撞见呢。不管了，泼出去了。哦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！你们看，里面那一个是不是？我来把它取出来。这玩意是真是假呀？咬起来硬硬的，应该是真的吧？拜着呢，还挺好看的，就是有点大了。哇，那我发财了！我太激动了，吵到妈妈起床了，我去睡了，拜拜拜拜，晚安，朋友们。